第三电台有4间高中，13间小学，每一位小学生的学费大约1500块，而且高中生一位就要3000块。如果这项补助通过，将会有4000多位学生受到帮助。真的非常感谢子能工帮了我们这么多，然后让我们可以那个比较不用负担那么多的那个学杂费。像沿河那边，如果说没有子能工的资助，可能家里经济状况比较有问题，学生压力就会比较大，学习效果可能也会就是稍微差一点。我们就受到补助的学生拢相当感激，只能用有安尼的补助措施，所以比起政府的情项补助，嘛好民众更加有感。会啦，就是不用那个学杂费那些，这样子听到很高兴啊。嗯，对啊，省的不多啦，可是至少也有一点点好处啊。我们也很感谢指南宫能够这样子给我们这些乡亲哦，在地的乡亲这样子的帮助，然后也希望这样子的协助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哈，那我们的小朋友呢，能够安心的就学。指南宫表示，这项学生囡仔专业补助，预计伫9月份开始，从去年现金应有2000多块拨一部分出来，全款全付补助顶内小朋友减轻家长负担。阮指南宫吼，大概不是我们以前受了负责的小学哈，两所小学，一所国中，还有两个准立托儿所，两个准立托儿所，这几年来，那个些家长吼就感觉说，对他们非常帮助非常大，这个苗方吼，我年今年讲9月份就下学期，我们就成镇的中小学，我们都把它主办方把它找到协会。这次指南宫的补助措施已经吸引不少民众询问，嘛想要将户口迁来第三镇。指南宫也表示，因的这项补助除了帮助上下家庭以外，嘛是希望会当将优秀的学生囡仔留伫南投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